超频者天堂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ECS 的 Channel Marketing Team 的 Josie 那今天很欢迎大家来到 ECS 精英电脑的摊位里面。那因为今年其实很特别，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在就是 Nonstop 逆袭的这个技术上面。那比较特别是因为Nonstop 逆袭技术是我们精英电脑全球独家首创的一个对于主机板还有显示卡稳定性的一个严苛最严峻的环境之下所做的一个测试。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是我们最新的一个黄金版，那它是 Z77H2-AX 的黄金版。那其实进行这个我们烧机测试的时候，主要有四项很主要的就是一些功能。那其中包含就是有72小时经过3万次的压力测试，还有我们经过50度烧机的一个严峻情况下的一个测试，还有当然还有我们100%的全固态电容，跟我们全部的 nonstop 还有 nonstop 逆袭技术的主机板里面都有就是防静电 ESD 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这次很特别的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ECS 摊位这边也有一个烧机50度的烧机室。那有来Computex 新电脑的摊位的朋友都欢迎你们来这个摊位里面去做一个就是体验谢谢大家。Hello， 各位超频者天堂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ECS 的产品 PM Claire。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度即将launch的最新的 AIO 产品 G24。这个 GIO 产品呢，为了让各位消费者能够体验到最新的 Windows 8 Touch 的 experience， 我们呢特别做了无边框的设计，让你在做在玩 Windows 8的时候不会受到边框的阻碍。那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部分，在 AD Design 的部分，我们特别做了美背的设计，然后走的颜色是更走向于女性化的颜色，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那 G24 呢，除了在 Windows 8 Compatible 的部分是非常好的提供最佳的硬体环境之外呢，在于 Webcam Camera 的部分呢，G24 呢的 MEMS 那个麦克风模组呢是采用 MEMS 的麦克风模组，它能让消费者呢在未来能够使用声控甚至脸部的辨识的功能，也就是说只要你站在麦克风面前呢，系统能够自动辨识你的脸部辨识，让你能够登入系统进一步的使用这台 AIO。 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部分呢，很多消费者现在都不太需要光碟机了，我们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外接式硬碟盒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硬碟呢从后面抽出来之后呢，装上一个2.5寸的硬碟盒，那你就能只要放进去这个外接硬碟盒，你的资料就能够带着走。也就是说 G24 不只让提供了给你光碟机的储存空间，更给你了一个就是 HD 硬碟盒的一项选择，让你的资料能够妥善的保存，然后随插即用。那我们这边会场呢有展现了很多 G24， 那就欢迎大家来看看，谢谢大家。